这些天你不是挑战365天是沙发吗？然后我就什么呀？我就反省自己啊，一定是我平时给你零花钱太少了，你才不想回屋的，对不对？就这样。对啊，你还以为是什么？啊，那你别睡沙发了好不好？不好。那咱俩老不许答题吧。答题开始，你看这张图片，3、2、1。这是杨洋和沈腾对吧？我想问的是，杨洋前面刘海又有几撮头发？8撮。懵的，你一定是懵的。你再看这个，3、2、1，这美女后面的王牌数字是几？是6，对不对？不可能呀！那你再看这个，3、2、1，镜子里面有几个花？你快点说，不准考虑。2个。这个3、2、1，这美女旁边这会员给自己保多少钱？2.5块呀。这个3、2、1，这俩男的头顶上有多少个气球？9个。那我爸的生日是几号？36号。我妈的7月18号。我的7月8号。你前女友呢？6月2号。你不是说你把她忘了吗？不是，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